我叫朱锦，陕西西安人，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是一个有21年党龄的老党员。明白明白。Excuse me. Hello. Are you Mr. Ju? Yes, I am. Oh,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就我从小就喜欢动漫，小时候就搜集了2000多本的这个漫画书。后面一直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从来没想过会去做动漫。在日本留学之后，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东京的一次中国文化部举办的动漫展，看到当时展出的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大闹天宫》《黑猫警长》的这样的经典动漫作品，但是新生代的动漫作品却很少。我觉得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积淀，其实可以做出更多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动漫作品，于是我就暗下决心，决定回国来进入这个行业进行创业。That's so convenient and so practical, very easy to use.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看。从日本刚回来的时候，为了帮助我们的创作者，需要首先提供工具，也就是软件。那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的都是这个计算机。但是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仅仅提供工具给大家是不够的，所以同时我们就建立编辑体系，我们也在线建立了一个支持大家创作的平台，在上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创作的教学的内容，希望能够给到我们的创作者全方位的一个支持。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creative direction for creators, Dudin also organizes Japanese cartoon celebrities every week to provide the Chinese talents in animation creation with technical guidance and experience sharing. 可以让我们年轻人少走很多弯路，能够快速的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